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妈，今天呢来告诉你，只有养狗的人才知道的四件事。一，每次出门都要上演分手戏。干嘛呢？回去。大家乖乖等着啊。真的不带我了吗？二，每天回家都有贵宾级欢迎仪式。哎呦，我这一个冲。看我多香。三，饭桌下总有小可爱。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？果瓶，你坐这儿干嘛呢？坐得高才有肉肉吃。四，在外吃饭总得打包回家。可爱的小伙伴一定都会关注我，喜欢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，么么哒。